的心情实在不简单，一会爬高没几秒又滑下来，只想要跟你冒险，全心全意保护你，吵吵闹闹其实也甜蜜，云霄飞车让我们体验美妙的世界，未来我看不见，但两个人的爱一定会往前，云霄飞车如果你害怕把我手握紧，幸福它会真实绕了几圈再回到这里，去预料才会有惊喜，生活多不平凡，来世看看，云霄飞车让我们体验美妙的世界，未来我看不见，但两个人的爱一定会忘记，云霄飞车如果你害怕把我手握紧，今天晚上就一定要听我的话，乖乖的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吃口香糖啊？我去拿口香糖。伊万同学，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刷牙了吗？嗯。哦，那你要不要看一下电视啊？你赶快去看啊！我不想看电视。好。那我们现在要从哪里开始啊？先关灯，一万同学，你去关灯。妈咪枕头下的卡片，妈咪看到了，你好棒哦，做得好漂亮哦。妈咪，这是我要送给奇乐爸爸的，麻烦你帮我寄给他。奇乐爸爸也有卡片啊？好好好，我一定会帮你拿给他的。谢谢妈咪。
大姐，小心清早。哎、欸，那还没有七点，那么早起来干嘛？我没办法，我最近真的胖太多了，衣服都穿不下了，所以我决定要发愤图强，早睡早起，用力的减肥，顺便每天做早餐给你们吃。好，那你加油咯。加油加油，起床啊！我去叫青青起床了。青青，青青起床咯。三姐呢？她出去了哎，这么早，是不是公司要 call 她了？等我手边的工作告一段落，我会提离职。我跟老板讲了，他也答应了。难道就是今天吗？那青青应该是去整理心情了吧？都嘛是你啊，家老的菠萝英，你不能怕，连尿和尿都很慢，要不然我们早就到家了。没办法，老了嘛，什么不回粉到生物线，造成水管阻塞。好了，爸妈，赶快来坐，吃早餐，来来来，吃早餐，吃早餐啦，吃哦，疼疼的，嗯，累吧？坐车还好啦。哎呦，好丰盛哦，真好，回家就有早餐吃哈。嗯，哎，淑芳啊，你看哦，这半桌上吃早餐的人啊，一次一次减少，哦，等另外这三个女儿都嫁出去之后，都跟她存立个万能哎，老的哈。你弄我弄啊，弄来弄去，所以椅子也不需要那么多了。我前几天把那个椅子收起来是对的，那卖看较袂伤心。我去看看，我去看看。哦，好。爸，今天谁会来啊？对啊，套账哎。对啊。他来呀，小哥哥哎。喂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不是在度蜜月吗？啊，妈，爸，一婉说他想家，所以我们就提早回来了。我们回来吃早餐啦。是这样啊，可是回来也应该先回家休息一下，干嘛跑来吃早餐？一婉说啊，如果没有过来吃早餐的话，他爸妈妈会寂寞，所以我就答应他说，如果只要我们有空。我们一定会回来陪大家吃早餐。妈，我真的很想像以前一样，大家一起吃早餐。你不会生气吧？怎么会生气？我好高兴呢！回来好，回来好，一起吃早餐，人多热闹。杜光，等一下来吃。改变计划。我收的那个椅子要给搬出来，搬出来了。对对对对，搬椅子先，我搬椅子。来，这碗筷。丰富啊。你好饿哦。石洛呀，女儿嫁出去好像人没变少，椅子不能收，要多买。好多买，我喜欢买，买多一点。
没有。嗯，好吃啊、哦，好好吃啊、哦。那青青呢？嗯哼，青青，他一大早就出去了、啊，好像是公司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？哦，嗯，哎、欸，我看他最近好像有讨大名，闷闷不乐的，会不会是公司里头就是工作不顺利，还怎样？嗯，爸，你放心好了，季宽他人很好的，他会照顾青青，别担心。哦，嗯。嗯，吃啊吃啊，等一下冷了就不好吃。嗯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哦。我觉得我最近煮的早餐越来越好吃。是啊、哦，你呀、啊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撸来撸臭肥。哪有臭肥？我本来就很厉害啊，我是阿西斯贤妻大主厨哎。哎呦，阿西斯哦，贤妻贤妻，哈哈哈，很贤很贤啊。哎，这个是给我的小杯的哦，这么好，谢妈。我们家不止豆腐乳好吃，萝卜糕也好吃。嗯，有有有，我听过喜欢说过。那我怎么都没有？哎呦，有有，我心肝宝贝女儿怎么可以没有？谢谢妈妈。来，老公。我不想穿这一件，那件好了。你不喜欢我今天帮你搭配的衣服啊？最近常看你穿这件，看来你很喜欢这个款式。老公，你还记得我的一分钟吗？看我多虚荣，都已经是家人了，还在跟老公撒娇讨抱抱。慧琴，对不起，在我爱上青青之后，能弥补你的只有这么多了。这一分钟是我这个家人唯一能给你的。我去上班了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衣服跟你去公司。为什么要跟我去公司啊？你最近常跑来公司，会造成员工的困扰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。我没有想那么多。今天中午跟表妹约在公司附近喝咖啡，想说顺便搭你的车过去。我不会在公司待太久，可以吗？我提早进来公司，趁其他人还没上班，
想要泡一杯营养品放在你桌上。我看你最近都瘦了，应该没有好好吃东西吧。我的简讯在你手机里面哭，你不碰，他孤独。我像一只金鱼，你看不到泪珠，只有那盆水才清楚。这一哭谁一闹，那一痛谁一抱，那晚摔碎的鱼缸陪我们睡不着。是你我两只鱼，怎么都爱不到，陌生的躲掉拥抱。我就这样好不好，记住你撑到几秒，你就不要急切的赶走我不起秒表。我们就说好，我也尽力会做到，勾勾手谁都别赖掉。我就这样好不好，趁最后的爱情秒。清嫂早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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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姐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大家昨天去的 KTV 超嗨的耶。你干嘛在整理东西啊？今天是大扫除吗？没有啊，想说有时间整理一下了。阵子，谢谢你愿意给我这个工作机会，但这几个月我认真思考过了，我有我的生涯规划，所以秘书这个工作我想辞掉。想提离职，我当然尊重你的个人意愿。谢谢你。很抱歉，可能没有办法等到公司招募新人，我的工作会交给某某口。
琪姐，这阵子谢谢你的照顾，我会把工作交给Momoko，让他尽快上手。你是一个很好的秘书，希望你未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谢谢老板。慧琪姐，我还没有来公司之前，我知道都是你在打理老板的工作。我离开之后，Momoko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嗯，好，我会的。谢谢。青青是一个很好的员工，你怎么不问他怎么突然想离职？你好歹也要慰留一下人家。我当然尊重员工的个人意愿，只要他把工作顺利交接完成，其他的我没有意见。嗯，秘书应该做的工作一条一条列下来给你，做完之后在上面打工，这样子就不会漏掉了。表姐，我才来公司不到三个月，事情这么多，我真的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无论如何你要赶快上手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得清楚。这真的太难了啦。凡事起头难，但习惯了就不会难啦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的随身工作行事历，你看看，对你会有帮助。哇，原来当秘书要记得这么多事情哦。老板的私人账户密码，连慧琪姐的生日，你都记得一清二楚哎。这就是秘书应该做的工作，有关于老板的任何事情你都要记得非常清楚，还有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保密原则，不可以向任何职员透露，知道吗？这真的好难哦，我觉得我做不到啦。加油。表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啊？拜托你不要走嘛。默默口，怎么了？慧琪姐，这些事情都超出我的能力范围，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把青青表姐留下来啊？我尊重青青的决定，以后青青不在，Momoko，你负责的事情我会帮你share一部分，不用担心。真的吗？嗯。我先去打个电话取消约会，等一下就过来帮你。你谢谢慧琪姐。我才来公司不到三个月，为什么你们的事情要波及到我啊？我真的好倒霉哦。有啊，超开心的，而且他开心的都快跳起来了。来，小心哦。真的。真的，你有累啊？对啊，出去玩比在家还累了，睡个午觉把他补回来。那妈呢？怎么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啊？哦，她还在睡午觉啊？这两天我们不在，小心把冰箱里面东西都煮光了。你妈到黄昏市场去补货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Jerry， 你先进去房间换衣服，然后这个便当带给妈咪，妈咪等一下洗便当。好。嗯。妈妈，先在头。OK， no problem。李大姐，请问一下哈，这两天的本护长跟护长夫人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家那个青青有没有什么异状？青青啊，他很好啊，为什么突然这样问？觉得他最近好像很不快乐啊，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他哪有很不快乐啊？那个青青跟小飞不是在同一个公司上班吗？然后小飞都跟你说他没事啊，你不要乱想啦。我乱想？拜托，我生他养他，从小把他拉拔长大，他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，能逃过我的法眼吗？这个叫父女连心。嗯，你跟他姐妹连心，说不定你早就知道是什么事，只是瞒着我们。嗯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啦，就是他在公司里头跟人家有一点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啦。人际关系上的问题？对，但是你不用担心了，爸，我会好好的帮你盯着他，看着他，不会让他出事的。又是由你来扛哦，能不能分一点给我？你自己都搞得焦头烂额的，你这样不会太累吗？不会啊，我现在学聪明了，我都挑那种最简单最容易的做，太难的我才不要做嘞。哎呦，会臭屁了，有一点幽默感了。难怪了，有了爱情的滋润，人自然就会心花朵朵开。哎呦，爸，那说什么啊？是哪个家伙打来的？齐乐啊！臭男人又来诱拐我女儿，不准接！好啦，你去玩你的热线，我和你，我去找老赵，喝酒瞎打屁。那你吃饭时间要记得回来，不要忘记时间，不然妈又要念你了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你慢慢享用。好好聊啦。喂，齐乐啊。啊。我想到外面去透透气，马上回来。那我先回座位，消化这些东西。好，各自去忙。差不多了，当初真的没有找错人，青青真的是一个又细心又认真负责的好员工，希望默默口以后可以胜任他的工作。好吧，你忙，我不吵你，我先回家。爸，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还在休假吗？怎么会来公司？我本来是因为出国而请假的，现在提早回来，只好休假回来事务所。弟弟今天也回幼儿园了。哦，
爸，你不会是因为我跟一弯的事情而特别过来的吧？哎，一弯的名字被我取错了，害他真的脑筋了，只会转一个弯。都已经结婚了，还不知道自己是杜太太，应该拍谁呢？让你多费心。爸，你别这么说。其实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我也有点小紧张。不过没关系，婚姻就必须经过磨合嘛。我会带着一弯慢慢建立我们的家庭生活。谢谢了，谢谢你的爱心跟包容啊。男人就该这样无良造化。谢谢爸。啊，对了。我要去接一弯，那爸，你要回去吗？我可以送你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还要上去找青青。你要找青青？对。好，那我带你上去。哦，好。舅舅。村头啊。舅舅，叫我妈妈好啦。哦，哦，村头啊，双座来不适合在这里叫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默默考。哎，默默考，爸爸上来找青青呢，青青人呢？啊，表姐她刚刚出去了耶，不过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九，我陪你等一下表姐。哦，好好好，哎，那你就可以去接一弯了，有他陪就好了。好啊，那爸交给你了。嗯，爸，我先走。OK OK。好，拜拜。走了。哦，拜拜。你怎么会特地挑今天来找表姐啊？她刚出去了，等一下才会回来。你们公司哪一家？就这样。哎，我听安晴说什么，青青好像跟你们公司里面谁闹得不愉快，是真的还假的？表姐，他们没有跟谁不愉快啦。是吗？嗯。老实跟阿姑讲，没有关系，我不会跟所有人说是你讲的。嗯。老板。伯父。季宽老板。秋，你认识我们老板啊？对啊，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酒友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可是我们聊得很投机。是啊，你是来找青青的吗？哎，对啊对啊。哎，可是那个默默口说什么青青出去，等一下才会回来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我可以在这边等他吗？到我办公室坐。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怕影响你上班呢。不会啦，进去吧，默默口，帮伯父倒一杯茶，请。哦，好。冻顶乌龙。他们怎么认识啊？我有一种事情越来越复杂的感觉。请坐。我打电话给青青，叫他马上回来。哦，不用不用，问你更好，问他他还不见得会说呢。我是听青青的大姐说啊，说他最近在公司好像有什么状况。你是他老板嘛？你知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或者说？跟哪个员工相处出了问题？应该是我吧。总是渴望有狂傲的力量，总是渴望能一觉到天亮，总是等待日出那道寂寞之青青一直跟我们说老板很好，好几次我们看他累得像狗一样哦，还劝他不要做了，他都不肯。怎么可能是你？可能我给他太大的压力，而且最近发生了一些状况，
可能他一时承受不了，无法负荷。今天早上他已经正式跟我提出离职了。辞呈？伯父，你还好吗？哦，连这种事他都没找我商量，难怪哦，他最近心神不宁，可能就是为了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提出辞呈吧。不过辞职也好了，他太累了，让他休息一下好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别这么说，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亲戚。啊，没有，我知道他在这边跟你学了很多，应该是我们要谢谢你才对啊。谢谢啊。我，那我就先离开了。星星真巧，我刚好买瓶水，没想到遇到你。对啊，那琪姐，你要回去了吗？嗯，机关说我待在公司会给大家带来压力。老公都开口了，当老婆的当然要乖乖听话。那我先……星星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有话想跟你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坐在这里好不好？啊，好啊。小心。花姐姐，突然找我出来，有什么事吗？也没别的，我只是想私底下关心你。离开公司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目前还没有什么打算，可能先休息一阵子吧。嗯。但慧琪姐，我想问你，当初选择离开公司，回到家里的原因是？因为你。自从你到了公司当了季宽的秘书之后，真的帮了他很多很多，远远超过当初我能够协助他的。因为你的工作越来越上手，季宽慢慢把时间都留给家人了。说了也不怕你笑，其实我很依赖季宽的。离开公司之后，我常常一个人在想，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跟季宽的家变得更完整。所以我好渴望有一个小孩，这样或许季宽就能够更恋家。只是，好像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。时间久了，我跟季宽一直用着我们习惯的方式相处着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季宽人明明在家里，但是讲电话、讲公事的时间，超过比陪我这个老婆的时间还多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一直在往前走。留在原地的只有我。
我还以为慧琪姐你一直过得很好，无忧无虑的，每天可以跟姐妹淘一起聊天，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你这么寂寞。嗯，我确实很寂寞。结了婚的女人，生活重心就慢慢转移了。即使遇到不开心的事，也不敢跟娘家的人说。至于姐妹淘，结了婚的女人多半只能够跟有家庭的女人做朋友，能聊的有多少，我自己也不确定。久而久之，最后能够说话、能够聊天的，就只有老公了。谢谢你听我说这些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要介意，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还可以跟谁说。视讯会议定在明天下午1点，内容的话在这边。你怎么这么快就收东西？老板，这是慧琪姐送的，我就不带走了。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。还有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知道交接需要一个礼拜工作天，但我想在今天就离开了。默默可能会有很多问题，他应该会有很多不懂的东西，没关系，他都可以来问我。杨健，你的意思是你今天就要离开了？不行啦，我还有很多东西不懂哎。对不起啦，辛苦你了。我会把工作内容完整的交托给你，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马上问我，我会帮你的。老板，谢谢你这阵子的照顾，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希望你可以包容他，像包容我一样。不行啊，这样交接太赶，至少多留2天。让大家习惯你要离开。对不起，我有不得已的原因，请你谅解我好吗？青青，怎么东西这么快就收了？我们刚才还在开会讨论说要帮你办一个送别会。不用了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做到今天就离开了。老板，可以破例答应我吗？你真的这么坚持吗？好吧，那就照你的希望，就做到今天吧。谢谢，也谢谢你们哦。这阵子对我的照顾，
有时间的话会来看你们的。老板，好好保重自己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把一些资料交到你们的桌上了。七楼下的路边摊，默默